这么多钱，不行，施主一定很急，我得在这儿等。哎，这么久了，施主咋还没过来？ 姑娘，有什么事吗？你见到一个钱包吗？是黑色的，然后上面有个袋鼠。钱包？对啊。哦。上面还有个袋鼠。这是你的钱包吧，姑娘？是的，是的。真太谢谢你了，大哥。哎，大哥，你一直在这儿等我吗？是呀，姑娘，我是个捡垃圾的流浪汉。 我一直在这儿等你，想着你肯定很急，所以等到现在。这样啊，大哥。那大哥，你有没有兴趣去我们公司上班啊？我行吧，我一个捡垃圾的。没事，大哥，就去我们公司当一个保安，就天天扫扫地，然后看着些人，特别简单的大哥。这我……哎呀，大哥，你看你在这儿连住的地方都没有。 我们公司还包吃包住呢。那行吧，那太谢谢你了，姑娘。走吧，大哥。哎，好嘞。喂，刘总，是我。那个，我们公司现在资金运转不开，你看您能不能？哦，那好吧。 喂，李总啊，那个，你看，哦，知道了。喂，王总啊，对，我就是您的公司的，您看看。好，我知道了，请进。老板，这个是我的。 好，我知道了，你等会儿去财务部结一下工资，走吧。老板，您别误会，我只是家里边老人病了，我得回家看看。等有机会，我还会回来的。行，我知道了，我知道你能力很强。如果有一天我能东山再起的话，你就再回来吧。老板，我相信你一定可以的，你一定不要放弃。 我就先走了。行吧。那。唉，真是墙倒众人推啊！请进。老板，我有点事想。别说了，去财务部那里。 老板，我那个意思，我今天过来就是想，你拿着吧。老板，你留下吧，没有你也没有我的今天。公司不能倒下，老板更不倒下。老板，如果不是当初你的知遇之恩，也许我如今还在别的地方捡垃圾。 或者流浪的生活，就留着吧。这我不能要你的钱。老板，你就留着吧，也算我给你报恩了。我相信你一定会东山再起的。老板，你相信我们一定会东山。
天再起来。好，那我就收下了，借你吉言，我一定不会让你失望的。